福所书第五章。所以你们应该效法天主，如同蒙宠爱的儿女一样，又应该在爱德中生活，就如基督爱了我们，且为我们把自己交出，献于天主作为馨香的供物和祭品。至于邪淫，一切不洁和贪婪之事，在你们中间连提也不要提，如此才合乎圣徒的身份。同样，猥亵、放荡和轻薄的戏言都不相宜，反要说感恩的话。因为你们应该清楚知道，不论是犯邪淫的、行不洁的，或是贪婪的及崇拜偶像的，在基督和天主的国内都不得承受产业。不要让任何人以浮言欺骗你们，因为就是为了这些事，天主的愤怒才降在这些悖逆之子身上。所以你们不要做这些人的同伴。从前你们原是黑暗，但现在你们在主内却是光明，生活自然要像光明之子一样。光明所结的果实就是各种良善、正义和诚实。你们要体察什么是主所喜悦的，不要参与黑暗无益的作为，反要加以指摘，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事，就是连提起也是可耻的。凡一切事一经指摘，便由光显露出来，因为凡显露出来的就成了光明。为此说，你这睡眠的，醒起来吧，从死者中起来吧，基督必要光照你。所以你们应细心观察自己怎样生活，不要像无知的人，却要像明智的人。应把握时机，因为这些时日是邪恶的，因此不要做糊涂人，但要晓得什么是主的旨意。也不要醉酒，醉酒使人淫乱，却要充满圣神，以圣咏、诗词及属神的歌曲互相对谈，在你们心中歌颂赞美主，为一切事要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时时感谢天主父，又要怀着敬畏基督的心互相顺从。你们做妻子的应当服从自己的丈夫，如同服从主一样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这身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服从基督，做妻子的也应怎样事事服从丈夫。你们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，如同基督爱了教会，并为他舍弃了自己，以水洗借言语来洁净他、圣化他，好使他在自己面前呈现为一个光耀的教会，没有瑕疵、没有皱纹或其他类似的缺陷，而使他成为圣洁和没有污点的。做丈夫的也应当如此爱自己的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一样。那爱自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，因为从来没有人恨过自己的肉身，反而培养抚育他，一如基督之对教会，因为我们都是他身上的肢体。为此，人应离开自己的父母，依附自己的妻子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奥秘真是伟大，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。总之，你们每人应当各爱自己的妻子，就如爱自己一样。至于妻子，应该敬重自己的丈夫。